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到底误会什么？误会我不好好练功，在这跟你研究茶叶蛋，还偷吃我糖葫芦。殿下，大殿下赏面的礼物准备好了。知道了。您真的要去吗？不管如何，他终究是我大哥，我不能让他为难。还是三殿下，还是三殿下厉害。你看，这花真好看。哎，你说是花好看还是我好看？你好看。你见到我总挂着个脸干什么？你要是不想见，可以不见。二殿下早。江大人，今日叨扰殿下驾临才是必然之幸啊。殿下，三殿下在南边的凉风亭。哦，您要是嫌那边冷啊，不如先到叙柳阁听听曲子，台上献艺的是京里边最有名的玉官。那一定得看看。对了，大哥来了吗？早到了，在那个啊，不过这会儿正忙着跟齐国公家的小姐一起赏花呢。您呐，还是先不打扰的好。请。殿下早。百里大人早。好久不见，是啊。请三殿下慢慢欣赏。殿下，这里太冷了，奴才去给您拿个火盆来。不用了，刚才去请大殿下的人呢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奴才这就去催催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这位小哥，您跟我下楼换趟衣裳吧，这大冷天的。是。请随我来。里面请。启禀殿下，大殿下正在更衣，马上就能过来。您的那位仆人换好衣服马上就回来，新沏的茶殿下请用。
殿下，殿下。参见大殿下。齐成娘，这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是不是现在叫人来？他的手段真歹毒啊。先不着急。可是什么可是？奴才不敢。既然命中注定总会有势不两立的这一天，那还不如趁早快到找到妈。这绝不是大哥的意思。大哥，是谁逼你这么做的？你说出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应对。你骗了我这么多年，你有真心把我当做大哥吗？无论我现在对你做什么，都是你罪有应得。我从来不想这样，但在帝王家知道越多反而越危险。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怪这帝王家的命运。大哥一直想要根治金鞭，我帮你找到了。只是这一次，恐怕我们都要让母后失望了。再惺惺作态了，你已不再是以前的凤兰溪，我也不再是以前的凤长了。走。
程鼎，宁儿，程鼎，国公节哀呀！此事发生在下官的园子内，下官一定想办法查明真相，给您一个交代。来人，把国公夫人和小姐送回去。国公，节哀呀！永平君在哪儿？阁楼之上，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他在，也只能是他害了我女儿和大殿下。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这……敢问殿下，刚才您身在何处？您不是应该在阁上听戏的吗？方才那戏实在无聊，我便索性下去钓鱼了。可有人给您作证啊？本君钓鱼还需要有人作证吗？这七小姐被杀，大殿下坠楼，还请殿下自证清白呀。什么？大哥？二哥？我去看大哥。二哥，还请先自证清白。好，我方才就在池边垂钓，有人看到过。刚刚在园中，我们的确见到了永平君殿下。我作证，刚刚永平君殿下就在我身旁。那也不能证明。国舅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，我杀了你！住手！住手！我杀了你！息怒啊，国公！主上让我偿命，我要给我女儿报仇。国公息怒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主上都会给您一个公道的。